打开一张倾斜的建筑物图像，复制背景图层，得到背景副本图层，使用工具箱中的标尺工具，在图像中绘制直线。然后执行图像旋转画布任意角度，弹出旋转画布对话框，角度默认，单击确定按钮，选择工具箱中的裁剪工具，在旋转好的图像中绘制裁剪区域。确认裁剪。